70、80年代的性能豪华房车福特千里马来到黄金线摄影棚现场了，这可是当年国产第一台搭载 V6 引擎，车主到底有多么呵护它？那么到底怎么样的改造它，让它看起来新哒哒呢？同时我们来看看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，有很多的欧系的进口车，在当年到底哪些车款是最受到欢迎？是梦幻一品，帮你一一评比喽。同时来看年底到了，小家庭想换中型房车，到底该怎么选？锁定今天晚上地球黄金线。